小朋友们好，今天呢我们要上的是国语 ，OK， 所以呢我们要拿出这本书《Asas Tulisan A Hingga Z》，OK， 先拿出这本书哦。现在呢我们翻开第十九页 ，OK， 第十九页 ，OK， 今天要学的呢是这个 Q 字母 Q， 好，那么 Q 呢？OK， 会学到的生字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好，这个就是读 Quaria， Quaria。好，来读 Q A Qua， R I R A H R， Quaria， Quaria。OK，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读 Quaria。OK。好 ，Quaria 是谁呢 ？Quaria 呢，就是这个读经的女孩 ，OK， 读经的女孩，她呢就是称作 Quaria，OK。接下来呢，到这个呢是她读的这个经 ，OK， 读经的这个书本 ，OK， 这个书呢就叫做圣经 ，OK， 圣经马来人读的经就叫做 Quran。Quran， OK， 好，来读 Q U R Q A N N， Quran， OK， Quran， OK， 所以这个呢就叫做 Quran， OK， 就是马来人的圣经。好，接下来我们来温习一下，今天要读的是字母 Q， 字母 Q， 对了，然后呢，这个读经的女孩叫什么名？就叫做 Quaria， Quaria。OK， 读经的女孩就叫 Quaria。 好，那么这个马来人读的这个经呢，圣经就叫做 Quran， Quran。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写下面的字。好，我们先读题目 Suri dan Tulis， 所以同样的他要我们跟住虚线来写。好， Q 怎么写？好，我们来手指拿出来， OK， 从一这里开始写。好，跟住他一起转一个圈，OK， 然后二下来，好，再来一次，从一这里转一个圈，然后从二这里下来 ，OK， 就可以写出很漂亮的 Q。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找我们的小黑点。好，那么小黑点在哪里呢？小黑点就在这里。对了，很好，所以我们从小黑点这里转一个圈，然后从这里下来就是 Q。 好，接下来一样的哦，从哪里开始？从小黑点开始，下来就是 Q。 好，再来一次哦，转一个圈，个尾巴， OK。 所以这个呢就是 Q。好，那么上面虚线的呢，小朋友们自己可以完成。好，接下来呢就到这里。好，这里同样的呢 Q 怎么写？好，一样的，像 O 一样，我们先写一个 O， OK， 然后给它一个尾巴。对了，这样子就是 Q。 好，不会的小朋友们这里可以点一个点， OK， 从点这里开始转一个圈到点，然后一个尾巴。好，再来一次，从这里转一个圈，尾巴。好，这个呢就是今天学的 Q。 好，下面的呢就自己把它完成，然后我们来温习今天要学的字母是字母 Q， 字母 Q。 对了，好，那么这怎么读？这就是读 Quaria， Quaria， OK， 这个就是诵读这个圣经的女孩， OK， 这就是马来人，OK， 马来人的女孩呢我们就叫做 Quaria， OK， 这个读经的女孩。接下来呢就到 Quran， Quran， Quran 就是马来人读的这个经，圣经就叫做 Quran， OK。 好，那么今天的国语就学到这里哦，谢谢小朋友。